您是否想学国画，但又嫌画画工具多，不好买，不好带？您是否想过要参加一些培训，但又没时间，或者培训费用太贵？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套龙绘宝工具箱，方便您画国画，学国画。龙绘宝工具箱包括14种21件国画工具，现在订购赠送国画技法大全，包括多位大师实战视频，可以满足从初学到专业大师的各种需求。套装外部采用中空吹塑工具箱，长47厘米，宽33厘米，厚11厘米。龙绘宝工具箱采用加厚型吹塑材料，实现所有工具定点定位存放，抗摔防水性能好，保证全部产品安全到达您的手上。人性化铁手设计，方便携带，内部包括全部毛笔十支。其中1、2、3号提斗笔各一支，大中小白银各一支，花枝翘2支，小衣纹2支，基本可以满足各种情况下作画的要求。螺纹燕一个，青花小笔洗一个，笔帘一个，笔筒一个，墨汁一瓶，刻花正尺大码2件套，七座的笔架一个，书画毡调色板各一个，整套产品齐全，整体重量约4.5公斤，是国画爱好者的首选套装。随工具箱我们会赠送国画技法大全移动硬盘版教程一套，全套教程至目前还是培训教师，本套教程都是不可多得的提升必备教材，里面详细的为大家展现了各种国画的技艺技法。全套教材以视频为主，总时长超过5000分钟，分为人物画、花鸟画、山水画3大类，每一类中又各分为工笔和写意画2小类。无论您是才入门还是精通国画，这套龙绘宝一定可以让您享受国画带来的无穷乐趣。请登录龙绘宝网站www.66a9.com 或拨打400-025-0245订购吧。啊，哎，这是头。上一节我给大家介绍了，我们画葡萄的时候啊，要分两个盘来画，一个是紫红的，胭脂属红，花青来一点二青，这是紫红系列，这边是绿的系列，藤黄花青三绿。为了减弱它的这种火气，所以我们稍微加一点朱标，用两个笔去调它，都是大白云。这个笔呢，先调，把这两个颜色啊，曙红加上花青，这是紫颜色，适当的来点二青，一会儿再动用胭脂啊，轻易不动用，最深的呀、并不是很多。把这个备用啊，备用放在这儿。下一个呢，先调草绿，这个颜色太愣了啊，再加点三绿，也够鲜艳。然后一定要加，这个是朱标，然后再加点这个啊，好，这个颜色就比较正了。然后加水。这样呢，我们也是备用。紫色，尖上调点绿色，一压，啊，然后再调紫色，
这个用笔啊果断一点啊，别优柔寡断，再调点紫色啊，然后尖上来点绿，这比较显眼了。它这个紫色比较深，我下面画的时候可以画绿一点也行啊，有对比它就可以。我下面加点深的了啊，这个时候就要动用胭脂了，胭脂在这儿呢，动用它，动用它干嘛呀？要让它衬托，来点二青，在紫色里边，它的构成有很多的方式不同，这样它的出来的效果就好。尖上再调点绿啊，刚才就别扭，刚才这个太绿了，再加点花青。加花青以后呢，更显得暗了，就有的亮有的暗，这样它是有变化的。我在上一讲给大家讲了，就是有的地方需要空这个白的缝，如果说对比比较强烈的就不需要，对比不强烈的靠这个白纸。这点不强烈，有意识的留点白啊，像这些地方啊露出一部分，实际上这是一个葡萄，这儿啊补一点也是下面的一个葡萄，滋出来啊，我这儿啊翘出来了。嗯，你看我是随时在变化，根据需要去调。来点墨，比较苍劲的栀子啊，下面是果饼，嗯，然后点果脐往外去啊，这是中心，中心呢点的时候是往外转啊，因为我们拿颜色画的，颜色呢颗粒比较粗，早一点点这果脐，全干以后啊它就浮在表面了。好，把这些呢都点出来，往往加了二青的，这样呢它显得透亮。太规矩，再来点零散的就不规矩了就好了，随时调一调。我还想让它再绿一点，所以又加了一点三绿，再加一点，这个衬托一下吧，衬托一下，靠它啊，衬一下。变化，比它，我又调了点紫，比它更深了一点啊，点齐。这个没有太粗的了啊。也比较大的，看它是这么走，这么走，那咱们这么走啊，随时在变化，随时在参照。这画了以后，我在这儿啊，
用笔还是要痛快一点啊，不要犹豫，越痛快出来的效果越好啊。您这么去理解，农村呢自己拿柳条编的啊，越是怪越好看。好了，近景中景有了，我们需要往上添葡萄。添葡萄您注意啊，前面有葡萄后面再有葡萄容易搅成一片了啊。这一片怎么办？用色彩去给它分啊。我现在用绿色的笔反过来了，刚才全是紫色的笔。这紫色的呀，我现在加点水再调调，让这个紫色呢比较润啊，比较润。先放这儿啊，绿色。然后尖上来点紫，您看这下笔以后绿中带点紫，哎，这是一种葡萄，不一定是不成熟的啊，一个品种。完整的后面要出现被遮住的，是不完整的。然后把它连一下，连的时候就用葡萄去连它，然后再往下画。我为什么从上头开始画呀？上头还是比较这个清楚的，比较实的，颜色呢也比较鲜亮一些。齐了，齐了，破一破。随时调颜色，随时在变化。给它加点二青，加点二青，我加点水，尖上来了点水啊。品种变了啊，加上来点水，您看出来了吧？我这个前面的紫葡萄后面处理成绿葡萄，这样前后就拉开距离了。您要是还是紫的，那想拉开是拉不开的。沾点水，这个往后添没关系啊。这里头的颜色虚虚的，形不要画的特别完整啊，这里头让人感觉到多。还可以加一点花青，一会儿加三青，一会儿加花青，一会儿加水，所以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多的。这两个绿，这个暖一点，那个冷一点，下面的加水，尤其里面的啊，虚点。再加水，再虚。它靠近纸边了，它应该是最虚的了。我现在用绿颜色，尖上蘸点紫颜色，
我这个边没画，没画的意思就是这有葡萄啊，沾点紫。加水，接上，嗯，看看够不够？不够，再出来一点，参差变化。这是和谐的，来一点紫了，呼应一下啊，就好像还有一串。在上一讲我给大家介绍了画葡萄叶子，用中等提斗笔挑中等的墨色啊，然后尖上挑一点浓的。这张画啊，我想添个叶子，翻过来的，翻过来的，翻过来的，那先点题。这里面有的是成串的，要看好题往哪个方向去，里面的不成串就是看不出串来了，那就无所谓了，但是也必须要点啊。行了，然后调浓墨，下笔果断点啊，用浓墨勾一下金，完了以后啊，看看啊，这里头适当的再还可以再补点这个啊，有的细一点，有的粗一点。整体来说，这边葡萄都已经弄完了啊，现在还是回过头来，咱们弄这边。这个鞭炮的颜色啊，咱们给它变化一下啊。如果还用。